上星期五闖入立法會大樓抗議新界東北撥款嘅熱血公民創辦人黃楊達同埋香港人優先發起人張漢賢被警方拘捕。警方話佢哋兩個涉嫌阻礙立法會職員執行職務。黃思恆報導。黃楊達由警員押解到中區警署進行調查，警方指佢涉嫌妨礙立法會議員執行職務。他離開警署的時候說，警方的行動是政治打壓，威嚇去立法會示威的團體。立法會作為一個傳遞民意的地方，是應該保持 開放和這樣的盡量保持民意可以暢通。而警方亦都當那天他們的會議完結了之後，警方亦都馬上配合啦，即刻作出這個檢控啦。那我覺得很明顯的行動就是針對示威者，打壓這個示威。而當日參與抗議的香港人優先發起人張漢賢同樣被警方以涉嫌妨礙立法會議員執行職務而被捕。黃楊達同張漢賢分別獲准以500元保釋，兩人要在8月中翻中區警署報到。立法會財委會上個禮拜五審議新界東北前期工程撥款，多個團體先後進入立法會地下大堂抗議。黃楊達同張漢賢同一班示威者到場聲援，期間有示威者同立法會保安推撞，立法會秘書處最後報警處理。 NOW TV 記者黃思恆報導。